送离伊森加德后，伊恩在包厢中又坐了一会。他双目紧闭，思索着问题。土著，对，土著。伊恩喃喃自语：“是啊，我都差点忘记了。土著肯定比咱们更早察觉到战海结晶龙的存在。他们的图腾主估计还在养当年被老师打伤的伤势，所以面对一头第一能级巅峰的龙种，都需要步步退让，甚至差点丢掉自家的老巢。” 土著不可能不清楚这件事，他们不会坐视勘探队行动的。而且，他们究竟是从哪里获得了那些飞燕的火线？虽然那些护卫没有明说，但我也能看出来，这件事非同寻常，背后的寓意恐怕和埃伦家族的任务有之过而无不及。毕竟，埃伦家族和他们的任务捕获战海结晶龙只是额外之喜、锦上添花的玩意。 而土著的异动以及飞燕的可能的潜伏案子，可是真的能威胁到哈里森港和伊恩平日安危的。谁也不知道沉寂了四五年的飞燕地，是不是已经派遣了一支特殊敌后行动部队，筹划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计划。这种事情可真的不好说。现在的当务之急，确定好自己的计划，并且将这些消息汇报给长老和子爵，他们才是管事的。 埃伦家族、帕特里克与海盗格兰特子爵、土著以及土著背后可能存在的飞燕地案子，多方势力因为战海结晶龙以及一些隐秘的目的而汇聚于南海。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计划互相交织，形成一张复杂的大网。伊恩却能从这繁复的网络中找到一条对自己来说最好的可能性。的确，得做点计划了。 睁开眼睛，少年起身离开长欧酒屋。他走向的方向并不是新城区的工作室，也不是子爵府，而是位于西北城区的护卫队驻扎地，靠近城墙的卫戍所。 卫戍所本质上是一座位于城内、扎根在伊沃克河岸边要点的小城堡，是当年哈里森港与土著战斗时修筑的前沿堡垒，常年驻扎有大量士兵和想要攻城的土著部队进行二十四小时的交火。 随着时间推移，土著的进攻力量逐渐减弱，卫戍所就逐渐从城堡要塞变成驻扎轮换士兵中枢点，主要功能也转换成了调配物资、驻扎指挥官员进行军力调度。而至如今，已经完全丧失主动出击权力的土著，就连象古山外北部大红山林都出不去，卫戍所也就彻底成为了警戒所，地位类似于城内巡警局。 伊恩戴着兜帽，行走在前往城西的道路上。城西的街道在当年的战争中也被摧毁大半，但早就重修完毕。相比起热闹的其他城区，当年就需要面对土著压力的 X C 区有些冷清。复杂的街道就像是网一般铺设开，显然是为可能的巷战做准备。 卫戍所就位于所有街道汇聚的重点。这座青灰色的六边形城堡有着高耸的塔楼尖顶，内置六门炼金火炮，防御力度甚至比子爵自己的府邸都要大上许多。这也是人类开拓森林和荒野时经常会修筑的防御堡垒样式。 伊恩在来到卫戍所后摘下兜帽，当时原本想要拦下来者的护卫便放他前行，甚至还有一位护卫走出为他引路，询问这位港内有名的炼金术师想要找谁。如果是找那位白之名队长雷利的话，他如今应该在内野巡逻。我想要找斯科特队长，向他询问一下北红山林和土著的情况。 伊恩、e、微笑着问道：“带路的护卫登时了然，不疑有他。斯科特队长刚刚换勤回来，现在应该在器械库。需要我去传讯，让队长来见您吗？”少年摇头：“不用，我去找他就行。”现在整个哈里森港都知道，这位年纪轻轻的鉴定师鉴定出了一株延寿魔植。 毫无疑问，有一株就有第二株。即便是伊恩还年轻，但作为一名炼金术师，研究延寿药剂也是提升自己水平的绝佳方法。对方找负责外野的斯科特队长，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很快，伊恩就见到了斯科特。 六年前，土著大长老与沼地恶龙入侵哈里森港，与格兰特子爵缠斗时，有几位英雄挺身而出，在最危机的时刻发射炼金火炮，准确的重创了恶龙的旧伤，令对方落荒而逃，从而立下如今哈里森港和平发展基础。 很遗憾，几位英雄都在后续的土著拼死袭击中身亡。只有最为年幼的两位火炮装填手斯科特与僵尸修火炮修复完好的铭文天才，年仅八岁的伊恩从那场突袭中幸存。 死去的几位塔楼士兵，甚至在哈里森港城东的塔楼遗址处有着自己的雕像，家人也都得到补偿。而活下来的伊恩更是被发掘出炼金和铭文的双重天赋，如今乃是整个哈里森港中唯一一个接近正式水准，未来还可以展望大师职称的炼金术师。至于斯科特，也成为了哈里森港护卫队中最年轻的队长。 虽然年轻，但斯科特平时遇到危险总是挺身而出，为人处事极有担当。有几次遇到土著猎手突袭，队员中毒，也总是他指挥防守反击，击退敌人，并用随身携带的解毒药剂救人一命。 斯科特在年轻一辈的护卫队中极有人望，非要说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知变通，太过一板一眼。有错他真罚，在这点上半点也不像是年轻人，反而像是四五十岁的古板中年人。伊恩与斯科特在器械库见面，库内本来还有两位准备检查五倍的士兵，看见伊恩进来后便识趣的离开。摆满铠甲、弓弩的仓库灯时变得静悄悄。 许久不见，伊恩，我还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帮到你。斯科特的外表相当俊朗，有着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双眼宛如暗淡的琥珀，脸上有着一小条像是金属般的银色条纹，和宝石状的双眼相同，这是铁之民的象征。 他此刻刚刚卸下铠甲，从靠近土著势力范围的外野巡逻归来，似乎是害怕自己身上会残留有瘴气影响到伊恩。他甚至还略微后退了几步，才开口与少年说话。 对于伊恩·斯科特的态度一向是尊敬又热情，毕竟只有他才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自己不过是被队友们保护的幸存者，而伊恩才是真正拯救哈里森港的英雄。只是为了不想太受瞩目，才将功劳分给自己这个抬炮弹的助手，让那些死去的战友家人有了足够的抚恤金。这是恩情，足以令他铭记一生的大恩。 他也是少数知道伊恩一部分天赋的人，至少知道伊恩的力量与学识远比其他人想象的要大。伊恩与他寒暄了一会最近的工作和情况，斯科特认真的作答，就像是对上级的询问进行汇报。 以前的伊恩还在怀疑这是不是斯科特是想要讨好自己，后来才发现这就是对方的性格。他就是这样一板一眼的性格，而且对于作为恩人的自己怀有极大的敬意和崇拜，甚至可以说是忠诚。或许铁之民大多如此，至少伊恩见过的几位铁之民，譬如说银房先生的几位护卫，都是这样的性格。 他们并不一定是一定要听从其他人的命令屈居人下，而是在确定一个人比自己强，而且对自己有恩的情况下，他们便愿意成为恩人力量的一部分，直至生命亦或是恩义的终结。我的确有事需要你帮助。 虽然斯科特似乎自动将自己视作他的上级和效忠对象，令伊恩平白无故多了一位位于护卫队的班底，但伊恩一向都将斯科特视作友人。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出海，会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不会回来。 埃兰由普德长老照顾，我不用担心。但根据我的推算，未来一个星期内，南海会有一场暴风雨。那个时候，我需要你帮助我将这个木盒捏碎，扔到海中。聆听着伊恩的话语，斯科特神情非常认真，站姿也非常挺拔，就像是聆听首长训话的士兵。这姿态令少年不禁叹了口气：“放松点，这事情不难，你在外野沿海的时候，随便就能办得到。” 不能随便。听见伊恩的话，年轻士兵仰起头，他肃然道：“我坚信您简单的命令背后肯定有更大的深意。这些细节我不用知晓，但我一定要保证自己不会在这些随便的地方出现任何差错。”